吗？你要帮我保护我们现场所有看得到的贵宾他们的安全，你可以吗？可以是不是？那你凭什么可以？你可以说说看吗？好，不知道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帮你做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，好不好？你有这个武器呢，就可以帮我保护现场所有贵宾的安全。这武器呢，一向这样子，首先呢，先转一个泡泡，再转一个圈圈，这非常非常厉害的武器就长这个样子，秀给大家看一下。你拿反了，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对不对？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东西呢叫高尔夫球杆。不喜欢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再帮你改造一下，再转三个泡泡，长长的气球呢，再这样穿过中间这个圈圈，它就会变成什么东西？不是不是，好不好？它不是刀，它也不是剑哦，它是枪。看不出来对不对？先生95加满吗？加油加！啊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来来来，哪有厉害的东西？来，这位先生拿着它，站在舞台正中间，面向大家，双手举高，从头向的姿势，非常标漂亮标准。气球呢，到他的腰间呢，马上变成一个非常厉害的剑鞘，好不好？把剑收好，来转一圈，秀给大家看一下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非常的可爱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里怪怪的？有尾巴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帮你修掉了。来，先生，双手摊平，摊平，双脚微开，非常好。气球呢，穿过他的胯下呢，是这样拉起来，变成一个这样俏皮又可爱的定制裤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放下来。等一下呢，走在路上看到哪一位贵宾被坏人欺负，就拔刀砍他两刀，坏人就死掉了，好不好？他不被砍死，他是被笑死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要把它收好。帮你改造一下，这样好像不太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帮你改造一下，把它变可爱一点，像这样子，马上就会变得比较可爱。好，还是不好看，我把它收起来。你们会觉得在台上除了讲相声，那巴掌真有点亮，有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帮你做一个遮蔽那巴掌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墨镜，墨镜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位先生在这地方，这墨镜呢，在他成型之前呢，可以当我们这位先生的胡子，往上一点变什么？眉毛，再往上翘变什么？不是蟑螂哦，小朋友不要再说好不好？来，马上帮你变成非常帅气的东西，两条气球对准，再对准，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。没有错，现场的贵宾如果不喜欢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一秒钟变格格。好，我听到你们笑声就知道你们很开心了。把两条长长气球像这样穿过去之后呢，周先生，你将会变成我们全场最帅气的男生，好不好？来，面向大家，面带微笑，来喽！给我们这位帅气先生掌声鼓励一下。
回家。好，手放下，时间有限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就是带来的最后一个表演，所以呢，要怎么把它送出去呢？来，一样，数到三，看谁举手比较快啊。来喽，一、二，屁股没有粘在地上，我绝对不会选你们，好吧？来了，机会只有一个，一、二，不要帮我选，如果打会有人填空，好，你再一次哦，来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那个穿是绿色衣服的小姐，第一排这位，没有错，就是你了，送给你，拿给你，热烈掌声。好，我们今天镜头是康景祝大家愉快。